他就弄那个。你在录影吗？我会把你PO到 YouTube 哦。不要再讲了，已经是你的饭好不好？那没关系，叫警察啦。是你的饭，快。这是公开场合，这是公开场合，这是公开场合，这是公开场合。这是你的手，他就把事情弄大。哇！拍小孩子，甚至大的跟小孩计较。你先吃饭吗？难道你也要上新闻吗？可以吃饭了。哎、欸，你拿外套泼到我的饭菜、欸，哎，笑死人了！他跑来讲什么啊？笑死人！